大家好，我是保罗，与你分享美食、旅游、信仰。Let's go。本期分享红烧彩衣。今天去菜场买了一条大个的彩衣，许多朋友都在说，这么大的鱼怎么烧呢？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大鱼是怎么制作的。彩衣鱼颜色非常的漂亮，先来洗一下。洋葱姜切一下，当黄瓜胡萝卜切片，用来围盘。将鱼的两边画上斜刀，锅烧热，加入橄榄油，加入生姜、葱、炒香，拎住鱼的尾巴，将鱼头两边煎一下，然后舀上热油浇在鱼身上，这样可以使鱼皮定型不粘锅。加入米醋，葡萄酒，胡椒粉，加入生抽20克，红糖15克，加水，加入蒜头、辣椒，盖上盖，中小火烧至约20分钟，收干汤汁，装盘，要对鱼温柔一点。浇上汤汁，打上香菜，大鱼制作完毕。喜欢就试试吧，请您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。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。